接下来方程老师要介绍这个题目啊，它跟这个关于极差值多项式，非常像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问你说，如果它是长这个样子，问你说 A，F 一零一会等于 F 三零三吗 ？B 对称九十会等于二零二 ？C 呢 ？F x 的首项系数是负的一零一分之二，对吗？所以呢，当 x 等于二零二的时候 ，F x 也最大值七，对吗 ？E 呢 ？F 四零四小于，对吗？好，那第一个 A 比较容易，就是你把它带进去嘛，好、哦。就是 F 一零一会等于多少？那就有 X 带一零一，一零一带进去，就零了，因为有 X 减一零一，一零一带进去，也是零，啊，太好了，这两个都零。这个带一零一的话，也跟这里是一模一样，可以约掉。这带一零一的话，跟这里也一模一样，也可以约掉。所以就是这里是一，那就是五啦。前面两个零，好、哦，那是五。再来，那 F 三零三呢？好 ，F 三零三，那就带三零三。三零三带进去，这个也是零。带三零三的话，三零三减一零一，三零三减一，一样可以约掉。三零三减二零二，三零三减二零二，一样也可以约掉。所以这就是一啊。好，这就是五乘以一。好，那加上三零三带进去，也是零啊。所以呢，这两个都是零，那就五乘以一，那大家就是五。所以这两个有相等。好，所以 A 是对的，对吗？然后 B 呢？他说它的对称轴是不是 x 等于二零二？那你这个是 f(x) 是二次啊？f(x) 这个 x 乘以 x 是 x 平方，可能这个正的、负的可能有负多少是正多少，但是不管怎样。那都是一些 x 平方的，合起来最后那也是最高二次，好、哦，那它会有两个相等，好、哦，除非如果是一次的话，那一次通过两个零是相等的，那它表示所有的零都是相等的，就是这个是五，这是五，那已经有两个零了，好、哦，一零一二零五 y x 带一零一 y 等于五，好，然后三零三 y 也是五。通过这两个零，如果它是一次是直线，一次就是直线嘛，那它就是要，就是整个就是 y 等于，就带多少都有。可是我们其实带二零二进去的话，如果带二零二，这个二零，带二零二这个二零，带二零二进去，这个一样约掉，这个一样约掉，所以就是七，好、哦。f 二零二其实是等于七啊，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是。应该是二次，而且它这两个相等。那二次是一个抛物线啊，二次函数的话是抛物线啊、哦，为抛物线。那抛物线的话有两个相等，表示它对称走在哪里？什么线在这里？不管你是往上往下，是你的有两个相等，它的对称走一定是这两个。的站点，站点嘛，这两个中点就是相加除以二，所以把一零一加上三零三除以二就是，哦，它的对称轴，抛物线。好，所以呢，对称轴，对 ，x 就等于，啊，一零一加三零三除以二。那这个加起来刚好是零四除六，刚好是二零二 A， 是 OK 的，对，对吗？没有问题。好，然后再来 C， 他说 F x 的首项系数是多少？好，那首项系数就看 x 平方项，那这个 x 平方项乘开这边是一，再乘以七，然后还要除以这个，所以。它的 x 平方的系数，就是它的首次方，首次的那个系数，应该等于七乘上一乘以负，不是一零一，上面是一啊平方，然后这个底下是一零一乘以负的一零一，好，
一零一乘以凸的一零一，好，然后再加上，好，五楼呢，然后这个 x 平方向的西乘也是一，那这里是二零二乘以一零一，好，所以分子是五，然后二零二乘上一零一，好，最后一个呢，这个乘起来也是一。哦 ，x 平方的系数是一，然后这个是五，好，所以上面是五，然后这里是负的二零二乘上负的一，好，那这个算一算等于多少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应该是。这就负的一零一的平方，这个呢是二乘上一零一的平方，这个呢是负的正二乘上一零一的平方，所以你把这个呢乘以二，然后把负号平呢，好，上下乘以一个二，好，把负号平呢负号上去，好，那分母就是通通会是二乘以一零一的平方。然后上面呢，就是减十四加五再加五，所以答案呢就是这个是负四跟那边掉，负二。好，所以这里漏掉一个平方，如果那是一个平方就对了，它漏掉这个平方，好，所以就求错了。好，但是这个对是找是对，看见了。好，这里出呢，他说，当 x 等于二零二的时候，它有最大值是七，对吗？那我们刚才已经讲，就是说，它整个对称轴是在二零二的地方，然后它的首项系数呢，这个小于零，好，这个首。就 S 平方向的系数啊 ，S 平方系数小于零，所以开口向下，开口向下会有最大值。那最大值呢，就是在你的那个对称轴的啊，这个是开口向下，抱歉。对称轴的这个点，或者说两个。这两个一样，就是这个它的终点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最高点哦。它有时候是最低点，然后开口向下就是最高点。好，所以最有最大值，最大值是多少呢？就是二零二的时候，就是等于二零二的时候，所以就是 f 二零二。那如果二零二刚才已经算过了是等于七。所以它有最大值啊，一个等于二零二的时候有最大值七，哎，这个对的，对吗？然后再来一呢，那说 f 四零四小于对吗？来，你看这里，刚才说二零二的时候是七，这个高度是七，然后一零一跟三零三的高度都是五。好，那四零四的话。试一次的话，这里没有办法直接看掉了，就要带进去了。好，那就大家看好了啊。因为有时候可以直接判断，就不需要带。这个要带进去。好，那 F 四零四会等于多少呢？好，那就是七乘上。这个用四零四带进去的话，上面是三零三乘上。一零一，然后这里是一零一乘上负的一零一，好，再加上五乘上，四零四带进来的话是三零三，然后这个带进来是二零二，然后这个本身就有二零二，然后这个是乘上一零。好，加上五乘上四零四带进来的话是一零一跟二零二，
它本身底下就有负的二零二。那你就开始做一下，因为它这可以约掉，这个约掉，约掉变负三，好，等等，那这个可以约掉，这约掉变正三，好，那这个可以约掉，负的正，啊，这个也约掉，好，所以它就变成了减二十一加十五再加五。那就负一，然后小于一，